在金色的大地上，自由因子慢慢的成为了跳动的心脏，这是青春生命的律动。时空转换，场地变成了蓝色的宇宙。在无垠的宇宙中，自由因子降落升腾，自由的飞翔。地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表盘，自由因子组成火焰的造型，盘旋向上。这个筑梦之塔的表演前期排练超过3个月，演员需要在克服各种高山高空反应，空中不间断的训练，有时候要持续1个多小时。地面演员通过牵引飞雅带动圆盘转动，自由因子在空中的旋转形成了青春风暴。而地面上出现的红色的架构，寓意着青年是建构未来的主力，